你睡了吗？抱歉，下午的时候正在处理一些紧急的事情，不太方便回消息。我看到了，我下周要去别的地方出差，时间或许会有些赶，虽然没办法保证，但我会尽量赶过去的。星星，现在能看到了，怎么了？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自私的人，一开始我明明知道自己是带着目的接近你的，可还是无法自拔地陷入了对你的感情，而当我坦白一切后，却没有勇气面对你的选择。我既不勇敢，也不洒脱，不过是个被私欲支配着的人罢了。但是之后，我想了很久，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会怎样选择呢？我想，我还是会靠近你，了解你，一直站在你身边，认识你这件事。我从未后悔过。到家了吗？太好了，不然我还在想，怎么才能自然地让通话进行下去。夜路危险，我不放心你。已经很晚了，快去睡吧，下周见。好，我这就来。他还是不肯说吗？让我来试试。我下周还有些事情，所以看在从前共事一场的份上，请让我们快点结束吧，拜托了。Thank you.
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谁。哼，你作为他的延续，竟然一点也没有感知到我的到来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这次来找你，也只是希望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而已。当然是。说什么？好久不见。等一下，你应该见过我的名字。看来我应该不需要多费口舌介绍自己了，那就让我们来谈谈正经事吧。抱歉，我忘记了，你不是普通的人类。我猜吴谦已经将这一点告诉过你了，不过你不必担心，这里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，而你也没有被人困住，这里是你的梦境。还记得你曾经的那些梦吗？那些令你觉得似曾相识的虚无又真实的梦境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谁。哼，你作为他的延续，竟然一点也没有感知到我的到来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这次来找你，也只是希望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而已。看来，你已经想起来了。
我提起他们，只是为了解答你刚才的疑惑。那么接下来，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。你愿意用你的能力帮助我吗？这些都是在噩梦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，但幸运的是，有我能够倾听他们的心声，感受他们的痛苦。我一直想消除这些痛苦，让所有人的梦境都变成一场回味无穷的美梦，而你恰巧有我需要的力量。你用你的力量帮我解救这些可怜人，而我让天鹅座通过克洛斯认证，我们各取所需，互不相欠，你愿意吗？